哎呦，我要掉了。瑞宝在独木桥掉了下来，今天三母女在房里一起玩耍，这恩爱爱的画面已经是乐宝成功的雄声。爱宝可稀罕这双胞胎女儿了，一个劲在抚摸，双胞胎腻歪着妈妈，一个劲的叫唤妈妈抱抱，一只在怀里，一只在肩上，真叫爱女士情何以堪啊。你们能自己玩吗？我太初到外场，爱女士依然带着灰宝瑞宝在营业，两只小短腿显得很是听妈妈的话，各自玩各自的。瑞宝爬到树杈上老高了，一点也不害怕。爱宝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吃个饭。妈妈赶快看我。妈妈。灰宝看来跨不上去了，腿真短。啊。爱宝也没有完全不照顾双胞胎，也会斜眼看一下灰宝瑞宝。调皮捣蛋的瑞宝跑去和爷爷在玩独木桥，结果在独木桥掉了下来。嗯。结果尴尬了，马上跑向妈妈。妈妈。怕爱女失笑，她也自己跑去玩了。一会儿。